日本线两级了，输了一个人头的经验。说一会儿吧。桥头位还是很风骚啊。我和他为什么两瓶药啊？还稳没破掉。他三瓶药吗？三瓶还是两瓶药啊？感觉有点不对劲呀，他换着换着。这位置你还想走？我不信你能走。能换一个吗？可能不该去。
미쳐 날뛰고 있습니다. 这什么意思啊？ 来这不走了，辅助，别来中路，让我跟他 U A 一，给我一个单杀 Faker 的机会。我操，你怎么赖都不走啊，哥们儿！赖都不走，那只能被迫操作你一下了。 坏了，钻洞钻洞！我操，这不死吗？完了！你怎么一直在呀，兄弟？ 给个 U V 的机会，别杀了吧。 哎，我操！我卡了，什么情况？吓我一跳！突然卡死了，助攻好多啊，这把七个助攻。
我把大甩出来了，我的大爷推了三个，哎，好卡呀！什么情况？这破电脑？哎，我开了什么东西吗？我得等大星雨。TP 了，我操，不会踢后面了吧？踢哪里了？上面。我都把全打倒了，大四个。哎呦，轰炸了他！来，等他回来，操作，操作。三个人应该能打龙，别呀、啊，走位，有走位没事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你还要追头铁？戏耍你 ？OK， 漂亮，哼，下一把。哎呀。